我们的这个李宇春歌友会的主角就要出场了。来，坦坦，我听你调动，咱们把春春叫出来，好不好？从今天早晨起来，玉米们就在这里等候了。所以呢，首先让春春跟玉米们说一句问候的话。我是来自玉米的人，我来自玉米的东西，希望大家注意安全。哎，听到了吧？注意安全，不要乱闯红灯哈。好，这个今天呢是同班的师兄，别看坦坦只有16岁，但是他是你师兄。来来来，坦坦前来助阵，春春要跟坦坦再说一句话。谢谢。那个，我听说你们两个人都挺喜欢篮球这项运动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两个人有没有比过篮球？玩过一次。春春打得怎么样，坦坦？他让着你的。对。没有，其实那一次是没有想到。他一开始见到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其实我一点都不会打。”那我没听出来他是在谦虚，所以我还假装在教。我说：“你应该把球这样运。”后来真的打起来的时候，发现耍得非常厉害。哎，我忘了告诉大家了，李宇春在篮球队里面担当了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角色。不对，板凳队员是守门员。好，不开玩笑了。今天大家想听歌，对不对？第一首歌我们来唱 N+1 好不好？是。那坦坦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李宇春现在也要开始录新的专辑，是，所以我觉得特别希望真正能够再进一步。谢谢，加油加油。谢谢。好，我跟坦坦我们就撤退了，掌声有请李宇春为我们演唱 N+1。
先让春春喝口水。谢谢。哎，刚才呢是 N 加一，春春润润喉以后，给我们说一说 N 加一的特殊含义，好不好 ？N 加一其实是说，就是我因为唱过很多不同风格的歌，所以呢 ，N 是代表音乐的风格，然后一是代表我自己，就是永远都不会改变。说了这个永远不会改变呢，这里我也要预祝一下星耀恭贺在我们那个 TOP 排行榜的年度颁奖晚会上你拿了那个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，对不对？求求大家了，别的大事明年再评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还能够拿这个奖。谢谢。求求大家别的大事。今天呢我们主办方呢也有一份特殊的礼物要送给春春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礼物是什么，好吧，来看一看。哎，这个呢春春来发我工作人员报一下，这个呢盖着盖子的一个新型的盒子，这个盒子里面有什么呢？你们怎么都这么聪明呢？除了大麦之外里面还有玉米。来，大家看啊，这是我们的 Music Radio 的标牌，那就希望呢，因为我们知道春春马上要在全国做巡回的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哎，演唱会的第一站会在哪里？很明显就是告诉大家，希望呢春春的演唱会呢可以大获成功。另外呢，新专辑也要上市了，快了吧？对，十月份，那就希望在玉米的支持下，春春的无论是演唱会还是唱片都可以大卖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个春春再喝一口水，因为我知道他又要唱歌了。来，这个礼物我先帮你拿。谢谢。